好，同学们，杨老师这里有大的和小的 origami paper，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些花儿。这个、怎么做呢？先拿到一张大的 origami paper， 大的折纸，方的纸，做一个白色的 hot dog， 打开，再做一个白色的 hot dog， 再把它打开，翻过来，做一个彩色的 taco。打开，翻过来，再做一个彩色的 taco。 这个时候你把这个纸拿起来，拿起来以后呢，撑住这两个长长的角，往里推推推推推，哎，就变成一个小的金字塔一样的形状，三角形。折一次，再折一次，然后我们给它搅开，把这个要顶到这个头，轻搅一下，这边再给搅下来，轻搅一下。我们打开看看这个花儿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哎，是不是挺漂亮的一个花儿？然后我们再剪一个小的，我们剪一个粉色好不好？白色的。白色的 hot dog， 白色的 hot dog， 翻过来，彩色的 tacos， 翻过来，彩色的 taco， 哦，好极了。然后杨老师变魔术，叮叮叮叮挤，叮叮叮顶到中间。哎，一翻变成一个小的金字塔，卷一次，再卷一次，来，我们再做一个，打开，叮叮叮叮叮叮，是不是很漂亮？第二个花儿，再做一个黄色的，还可以用同样用这个。用大纸，白色的 taco， 我差点给做错了，瞧瞧瞧瞧，白色的 taco， 打开，白色的 taco， 翻过来，彩色的 hot dog， 打开，彩色的 hot dog， 通通打开，顶。叮叮叮叮叮叮，顶住，好，变成一个金字塔。翻过来一次，翻过来两次，翻饼、烙饼、油炸馅饼，翻过来瞧瞧。这一次我们给它搅得短一点，又比刚才那个呢短一点。这次我们给搅成不同的花，好不好？不要搅得那么直，搅圆圆的。哎，这一次试试，打开。叮叮叮叮，哦，是这样的，所以三个花瓣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最后用胶棒粘一下，胶棒粘一下，你可以做很多层。来，把黄色粘上，刚好对在中间。再粘一层粉色，刚好对在中间。嗯，挺好看。中间要不要蓝色的花心呢？我觉得如果要是用好的纸会太可惜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用剩下的废纸，搅一个三角形，搅一个圆球球都可以，用搅的那个工整，粘一下。这就是一个小花花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做，哇，做上瘾了。做蓝色、绿色、黄色，哦，还有浅绿色，真漂亮。一、二、三，翻过来，彩色 taco。翻过来，彩色 tacos，
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尖尖的。不错，哇，这个是尖尖的 spiky， 尖尖的花。第二个绿色，白色的 hot dog， 白色的 hot dog， 彩色的 puddles， 彩色的 puddles， 顶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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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卷一次，卷两次，咻，咻，白色的，它都是hot dog， 白色的hot dog， 彩色tacos。tacos， 彩色金字塔，一次，两次，调色小一点。好了，做了三层。不错。不错，哎，我们再做一个 teeny tiny 的黄色的，好不好？ teeny tiny， teeny tiny， 嘀咕嘀咕， super duper 小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是 super duper 小的， teeny tiny super duper 小黄花叶。super duper 小，小的杨老师都瞪不开了。一层，两层，三层，哇哦，真的怎么样？它这么小，我们可以给它让它竖起来啊，竖是一个好主意。差不多都竖起来了，最下面的中间放一个黄色的小星星，刚好这一个附一个小星星。teeny tiny little bit， 是不是 teeny tiny 小一啾啾一扣扣一丢丢一妞妞这么小。要用我们的小手指头来做，一扣扣，一揪揪，一丢丢，一扭扭。哇，好了，这是一朵小花儿。好，杨老师突然又发现一个新的办法，哎。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玩的，你们看这个花是不是花瓣啾啾啾啾啾这么多尖尖，来我告诉你们怎么做，好不好？这个需要一张大一点的纸，我们先做一个白色的 hot dog， 还跟刚才一样，白色的 hot dog， 到现在我估计你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非常棒，不用再看这个，对不对？彩色的 tacos， 彩色的然后变魔术，一挤顶起来，再一挤，再一挤，我们就不用这样，干脆这样，先把它给搅圆，不太圆，不太圆也没关系，然后轻叉，轻叉，轻叉，轻。剪出好多好多小的这个尖尖来，我们打开看看它是什么样的。哦，也很好看呢。有一点方方的，没关系，
咱们再试一个。嗯，啊，哦，嗯，嗯，彩色塔口，彩色塔口，顶一顶，卷一次，干脆我们再卷一次，好不好？剪下来，轻擦，看上去有点难，是不是？轻擦，轻擦，应该好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挺好玩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一个。哇，有的尖尖的，有的很多小的尖尖，有的是大的尖尖，这样是不是很好玩？